你怎么是给你寄了快递？啊？没事，说错了吗？谁？我以前是没有拍过高跟鞋吗？玩啊！不可能，绝！吃过饭了吧？谁让我这么爱？别紧张，师傅我不吃鱼。队长你好，请问你们峨眉剑法有何解释？哎，摄影想学你呢。做得好，拿我下来。峨眉剑风格讲究刚、柔、直、脆、快、巧，气顺剑走，不随腰动，有随剑行。剑起所向披靡，剑落内敛沉稳。一刚一柔，能屈能伸，便是强大。